What?都是一个三级，还想在中路进一个动手。S 六这边两级过来，有没有机会？小了 EQ， 那这波 S 撤的时候很危险啊，闪现跟顶，那 S 六这个位置是没了，由小伟收下这第一滴血。大陆也是勾了一套 ，Y4 被打了一套血量，交出自己的治疗，后续的血量有点低了。通臂的手太长，交了一个点燃，最后一次血没有死，但是小伟在后面，雷克赛就在后面，看一下。一发钻地形态的 Q 技能，帮挡一下，赶紧走。其实这波兵线的亮其实能看得出来，就是 E-Star 是有考虑过要来下的，就存了一波。而且辅助这个位置配合打野想动吗？这二打三有点夸张了吧？沙皇也要踢下来。是的，这边指上去有点不理智啊。塔下没有闪的，这波也是必死的一个状况。看一下谁扛塔，小伟扛塔。那这波打完 V 五裂了，你觉得呢？我也觉得有点裂啊。闪现下来挂了个点火，链子也是没有链到，但是这一下伤害是补上了。干，就回去刷野的话，就这波白来了。哎，这波指上来，皇子在这边交 EQ， Link 有点难走了，先过来。而且这波辅助跟打野都在中路，赶紧走。看接不接啊？啊，应该是能斩杀的。但是自己在塔下被 EQ 挑了起来，要扛塔扛死了。差一点点没有吃到第四个镀层，但是这边洞察到了 S 六的位置，直接顶起来。哇，这波有点不小心啊！两边要换一下资源，这边直接叫羊清下兵，上路一个 W 拿命清兵。但是虽然自己看下能走吗？是交闪走了啊，后面还有一个妖姬，这波走不了，靠，舍弃了下路的一塔。哎，这边勾了一套女坦，给了个大招。累积装备就可以了，对，并且把线已经处理过去了，直接扔峡谷先锋。侧翼的话有人想开，看到一个没闪的楚留香，楚留香就对着金身，这波能走吗？没有闪，但是只上去你枪的大招扫的还可以，但楚留香率先挡，皇子大住了三个人，一个羊来没有撞到任何人。皇子这个位置以进为退，再戳了上去， Wink 这血量是还有剩一丝，不过妖姬踩上来还是收掉了 Wink。好了，在人群当中看一下，并没有拉到人，一个金身规避了伤害。或许雷克赛是交出自己的大招，但是并没有能够收掉残血的人。这边女枪师拿下了沙皇的人头，受了，那就看这波回放，第一时间勾到了女坦，女坦是交出了自己的金身，侧面的 Wink 是被妖姬给偷了一大波的伤害，虽然女坦率先倒了。但是 Wink 这血量其实是不太敢强行上去输出的，而且仔细一看，这波其实一四二流两个大招都算是空掉了，这边沙皇还有奥恩的大招其实放的效果都很一般。是，显然这时候顶在前面吸收很多的伤害，然后女枪这个状态对面有点管。这一发清辉夜凝是。主枪是一个断破，所以伤害不是特别高，这边直接拉到了皇子，并且中单是个沙皇打得挺快，打的速度还可以，但威武不可能给妖姬的位置，还不错。奥恩要直接叫羊了，这波撞到了铁男，大龙也是拿了下来，楚留香的位置有点尴尬，直接被收。铁男撞起两个人自己有点顶不住，叫出自己的闪现拉开距离，但是最后还是被摸了给收掉。关进小黑屋中的铁男并不能打得过魏菲留斯，沙皇跳上来想要戳，但是摸了是有 W 的可以拉开。哎，看一下能不能蓝城接大招呢？大招的血量并不能秒杀，还差一些。
那这波皇子是出来了，泰坦在旁边想要建一下队友，雷克赛赶紧大出来一个金身，飞兵一下。但后面厄斐琉斯也赶到，这波摸了还想要操作吗？自己血量非常低，被雷克赛给收掉，并且后面的歪错闪现还没有好，被罪名定到之后，沙皇又斩获了一波双杀。看下这波回放。 第四大决策就做的非常团队，一起挤在一起，先把这个大龙先给 rush 了，后续小白撞起两个人，小闪想要拉开，但是摸了 DF 二连，直接烫死了小白。铁男虽然把厄斐琉斯关进去，但自己打不过。后续威武想要配合刚出来的 AS 6反打一波。 但厄斐琉斯看你皇子出来了，还要打那再赶过来。这波小威想要去追奎因，在后面很认真的在打红，然后皇子出来的位置，结果发现哎，怎么还有个秒表？感觉上当的是队友啊这波。是。皇子出来了。想牵制一下伊斯塔过去打龙的时间，但这波兵线也是直接被清掉了。闪现一开，直接开到楚留香，楚留香有十三鬼石板甲，非常肉，但没有选择硬跟，选择回来打一下前排。 银叶那个大招打了还不错的AOE，楚留香这位置，现在伊斯大要把大龙区的视野给排一下。羊来看一下这个羊撞起了对面三个人，感觉这波威武正面有点难接，直接闪现顶秒掉了妖姬，反观自己没有死，后续沙皇进来推到了两个，把对面两个人都推了回来。那这一波是突如其来的一波零换四。 有兵线的话，直接上高了。对，并且兵线就在高地塔前，那这一波是要被一波了。还有30多秒 ，C 位复活的一个时间有点来不及，只剩下楚留香一个人。仅剩的一个楚留香，感觉得有五个楚留香才能挡得住。只有五个楚留香，还得有五个大招，感觉。是。才能扛得住啊！我们要恭喜 Star 率先拿下一局。 Travel back.